2,000 years later. Hello， 我系卡伊，今日我哋会出发去基隆一日游。首先第一个景点我哋会去和平岛，大家可以乘搭101或者102号公车前往和平岛公园站落车，呢度影相系好靓噶。基隆嘅景点都系喺附近，大家可以一次过去晒呢六个地方打卡影相玩一日。我哋而家咧去和平岛公园咧，第一个站咧已经系会经过呢一个彩虹嗰个打卡屋咯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落车嘅位置会见到地图同埋一啲简介图，大家只要前往呢一个方向，大概行十分钟就会到达和平岛。啱啱我见到个指示牌话和平岛仲有400米，咁然后呢一度咧系好清静咯，唔知系因为今日都系星期一啦。我觉得台湾咧平日系真系好清静，所以如果大家咧去旅行平日嚟咧，会好开心咯，即系冇人同你争啊。但系如果星期六日嘅话咧，就真系好多人。我行到尽头就系和平岛公园啦，呢一度咧相对偏僻，所以都比较少人前往。而且当日去到先知原来需要买门票进入，不过都平嘅，所以一于入去睇下值唔值啦。大家可以睇停车场嘅价钱表啦，另外门票咧就系120台币一张，即系港纸30蚊。个人系觉得值得去噶。波有没有？对。然后有一台红色的车，那边上去有一个雷达站，那边风景也不错，可以去那边拍一下。然后你们再往下来，右边有一个环山步道，它是在那个山后面，就是刚刚你们刚刚的那个陈雨婷那边，对，往那个后面那样子绕绕那个山后面，那边就是。等雨停了，在那边哦、oh, ，好，好，你等下过去就会看到了。哦、oh, ，好，这里那边是凯，那边是它是另外付费的哦， oh, 另外付费叫阿拉宝啊，更多的岩石。那忘忧谷是在有一段距离，也是在附近， oh, 但是你们要可能要坐计程车啊。对，哦、oh, ，好好好，哦、oh, ，好的，谢谢，拜拜。全日嘅巴到去夜晚7点啦，我工作人员咧同我哋讲话咧，一路行啦，之后前面咧有个斜坡仔咧就系影相嘅地方啦，之后再直行咧就系我哋想影嗰个亭咯。咁呢度其实咧有啲似湿地公园咯，好搞笑。好，前面咧就系一个打卡位嚟嘅，呢个好似个城堡啊，但系好靓喎，好似一幅画咁啊。我哋咧而家揾紧洗手间啦，啱啱工作人员同我哋讲咧，城堡嗰度咧有一个洗手间啦，跟住嗰边庙咧有一个洗手间啦，同埋再前啲咧斜坡上去咧个亭都有个洗手间嘅，所以总共有3个洗手间啦。呢边影相都系好靓咯，有啲似屯门嗰个屯赤，呢度咧都系好靓，有啲似黄金海岸添啊，好靓啊！因为呢度咧要俾钱，同埋今日平日啦，咁所以就唔算太多人咯，所以你中意喺边度影都可以。咁然后咧，咁工作人员同我哋讲咧，前面个亭咧系有间咖啡店可以打卡影相或者食嘢啦。跟住嗰边咧就会系有餐厅，2楼、3楼嗰啲都系有嘢食嘅。等我同大家讲翻少少简介同背景先啦。呢度系以潜水为名嘅海岸公园，而佢嘅特色咧就系受侵蚀嘅岩层景观啦。另外，佢亦都有一啲特殊形状嘅动物岩石噶。呢度系亚洲唯一永续认证过加级嘅景点，有2000万年嘅岩石景点同埋400年嘅历史。呢个位咧系另外要俾钱买噶，应该系放浮潜。啱啱见到啲人咧特登落去玩啦，而且佢开放季节系5月至9月咯。導遊時間是1至1.5小時，這裡呢度咧就係、是、咁樣嘅。行到呢一個位啦，呢、這個位置有個像，跟住然後呢度咧都係超靚，但呢個話咧係需要額外錢入去嘅。中心300米，我哋而家要去等雨亭130m，呢條路咧都係勁靚㗎，影相。好靚啊！呢度呢个亭影相，一望无际嘅大海。咁依家啲垃圾可以喺到呢度嘅，啲海水冲噶，冲到上去啊？定系啲人点样啾咁样掉？我哋上到嚟啦，呢度就系嗰个山顶啦，定系再上去有？叫做海兔岩咯，呢只系海兔啊！啱啱嗰只咧叫做猪脚岩啊，嗰啲名系用猪啊、脚啊、唔系猪啊、兔啊嗰啲水，唔系水果，我猜想讲水果嗰啲动物做 naming。
呢度叫做萬人對喎，邊度 business centre 嚇，落翻去咁遠，咁我陣間要上翻嚟噶。咁不如唔好落去咯。唔係，我哋陣間要去個城堡噶喎。呢個唔係要城堡啊？哦，落去啦，落去啦。原來佢個係圍住一個圈噶，呢度有啲似嗰啲鹽田啊。啱啱咧喺上面影完相之後，而家落緊嚟去嗰個遊客中心同埋食嘢嗰度，好肚餓啊！今朝淨係食咗個toast 咋，去緊去緊。呢啲咩嚟㗎？一個個窿，呢個係草地嚟㗎喎，係唔係嗰啲露營嗰啲啊？樓二樓。二楼和三楼都是嘢食，依间叫做二楼小月是嘢食，之后咧呢边都是嘢食，呢度就是无敌大海景。不过咧呢个景就麻麻地啦，因为下面咧系嗰啲我唔中意呢啲。我入咗嚟呢度饮嘢咯，因为好靓咯。佢咧有啲咩呢度咯，呢度好靓咁样咯。但其实就系因为花茶我啲 friend 嚟嘅。呢啲都好靚咯，第一次聽呢啲茶。跟住我想坐出面嗰個海景位，有人等緊，揀個嘢食食下啦。跟住然後，有啲熟食係咯。跟住呢個，我坐咗喺入面，依家係飛，呢個背景都幾靚，影相。呢度咧就系望住个海景嘅，但系又笪烂地咯，好清洁咁。系叫咗呢个山芋落 cheesecake 咁样嘅，佢上面咧系啲海草，跟住然后好特别嘅系咸嘅 cheesecake 嚟嘅。平时嗰啲甜噶嘛，跟住我哋叫咗个三文治，入面系碎鸡蛋嗰只沙律，咁然后烘咗啦，之后有一个黄芥末酱，同埋有苹果同橙咯，劲健康啊呢、這个餐，而家食嘢。是不是這個出產是海草呢？在那些地裡拿出來的，因為它全部的東西都會有海草，就連呢沙律蛋裡面都是海草。第一次吃這隻味。原來這個區域是有些游水，不過它是圍著這樣，是海水游水，很小的一個池仔，然後後面的石圍著，特意放人家游水，是游海水的泳池，小泳池啊。啱啱咧店员问我哋食唔食辣咯，之后我哋话少少，之后呢个酱咧系叫做沙沙拉酱，咁样然后咧系配三文治一齐食嘅，少少辣嘅，试下先。呢个和平岛游客中心系卖手信嘅，我以为做咁 service centre 可以问问题咁样。食饱食醉，准备闪人。我哋而家出翻去出面嗰度嗰啲小食摊去食嘢。其实本身咧呢度系有。另外一個叫做橋景公園嘅，但其實同呢個差唔多，啲景都係咁樣，啲海啊嗰啲啦。喺呢個咁曬咁熱咁攰嘅天氣行緊，出曬汗。我冇諗到喺台灣每一日都係背心短褲咧，都熱到咁樣喎。喺香港咧，我係勁驚凍咯。帶出嚟咧買嘢飲啦，跟住佢呢只狗勁得意啊！我而家喺度呢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呢条叫做和平桥，我哋行下行下，已经到咗前面嗰个彩虹鱼棚啦，其中一个打卡点。追到架巴士咧，搭103去八斗子啦。八斗子系去忘忧谷嘅，嗰度咧系有一个行山位咧，系可以影相，可以望到成个谷咧，都系好靓。即系咧，大概行咗五分钟咧，前面咧已经系有嗰、那个科技百卖馆，呢度都系俾钱入去买嘅，系睇好似海洋公园咁嘅。下行下就会见到呢个庙咯，跟住呢个庙咧再直行咧。看到少少藍色牌咧，嗰、那個藍色牌咧，其實就係話忘憂谷嘅路線咯。呢度都有少少係山路 feel 嘅，今日去嗰啲地方，因為都係啲大自然信息先。忘憂谷呢度同行山冇分別啊！我哋行到上去咧，其實上面真係行山嚟嘅，唔係講笑，所以都係建議著
拖鞋同埋褲啦。不過咧，我平時行山一定唔會著短褲咯。但係為咗影相，搽咗神腳都係萬金油。你咧行行下咧，驚行錯路啦，跟住問咗阿婆啦，話我想去那個忘憂谷是想去嗎？跟住個阿婆咧講一堆嘢，完全唔知講乜咯，唔知係咪嗰啲台灣語定係佢嘅客家話啦。跟住佢講啊，嗰啲叫你噶啦，跟住唔知講乜，之後我哋就扮聽得明，之後話誒好，之後再問下人。而家咧係要上呢個樓梯咯，過咗嗰個望天宮之後咧，啱啱問咗人咧，叔叔話咧一直行啦，兜過咗個廟就係、是、4:00咁辛苦咧。好长啊条楼梯，黐线！我哋而家咧系上嗰个庙，之后咧上完个庙之后再上楼梯，跟住仲上好多楼梯啦。Exactly 行山，而家我哋去咗呢个废道天宫，超攰，再兜过去。啱啱嗰个和平岛需要俾钱，因为和平岛系唔需要行任何山路，俾钱就去影相。但系呢个弯腰谷系唔需要俾钱嘅，但系就需要行山路。上到嚟就會見到一條樓梯，一直直行，會見到草地，大部分都係揸車上嚟噶。我懷疑呢個博物館落去都有廁所，台灣都幾好咯，咁山卡嘅地方都有廁所。去完洗手間之後，順住個垃圾桶一直行過嚟啦，到呢個路牌，跟住呢一條白色橋咧，就係、是、上落去行山，落到去嗰度見唔見到嗰度？嗰個就係忘憂谷啦，打卡嘅位置啊！即系落咗去之后，再喺嗰度上翻嚟啊！好啦，我哋 go 忘忧谷终于嚟到啦，黐线劲攰啊，系行到啦，吓无际嘅海啊！呢度咯，好远喎，嗰粒人丁见唔见到啊？嗰粒人丁好远喎，落去好靓啊呢度，但系上嚟好辛苦啊！而家仲要行千层楼梯，哇！上去啊，呢个就系其中一个打卡位啦。咁但系咧，上到去个景观都系一样，我哋就止步啦，沿途折返。俾大家睇下个景观先，呢、這个就系弯腰谷忘忧谷。因为大家如果可以落去啦，可以玩石嘅，但我哋就唔落啦。但系个景真系好靓嘅，死人啊！去饮水机买嘢，饮机买咗呢个补充，太晒晒咯，红晒，唔记得咗搽防晒喺条颈。但擦了手腳，好像嚴重sunburn，包住，看看有沒有用。如果大家想拍美照，或者想拍一些大自然照，可以上來，但是預料一定很辛苦。首先鼻蚊咬，第二曬傷sunburn，我兩隻。2000 years later，現在拿車搭回去基隆火車站，來了這個廣場，走走涼涼涼氣先。這裡就是基隆夜市了。今次的基隆一日游就差不多了，每一个景点都是超级无敌多打卡点啊，拍了超多相，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跟我们的行程行，下一集我们会去基隆夜市扫街，特切留意，最后就是 CLS 啊，下集见，拜拜。